50公分的有2万户哈，我们现在就是以5000块钱都发给他5000块，但是不到50公分的部分呢，这一次由县政府募得的款项呢，我们就不到50公分的，我们发给他3000块，多少啊？啊，补他的那个他的损失。那50公分以上的有19000户啊，19000户啊，不那个进水超过2天的啊，1800户啊，所以我们5000块以外，另外像中央赈灾基金会呢，专案申请的2万块给他们，所以他们一户一共可以拿到25000块的现金补助。